节拍第一阶段平拍，要求伸出左手略微弯曲，右手贴于半掌，四个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注意拍子响亮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阶段找四和八的重拍，在平拍的基础上，四和八比其他拍略重一点。准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结束拍，两拍。